一语同路人，我哋请嚟李全仲牧师。嗰度我哋睇见最特别嘅情况就系好多街童，乌干达就系咁噶啦，穿珠啊、绣花啊，呢啲系男人做嘅，啲手好细致嘅，锄地啊、修路啊、起公路呢啲咧，系女人做嘅。所以有个笑话，就系你喺乌干达，你娶个老婆娶得好，佢屋都帮你起埋。同埋 Catherine。由首都去到 Pakwash 嗰段嘅车程啦，哇，好似真系卡通片，问叮当借咗个时光机，由22世纪走翻去伊甸园嗰种感觉，即系嗰种跨文化，由6个钟头车程就一次过经历到。我自己就已经去咗，上一次系第12次去，即系当地人有一样嘢吸引我。即第一咧，我睇到佢哋咩叫贫穷，佢哋会同我哋分享喺乌干达嘅所见所闻。